躺着还是坐着？躺着。他躺下去。对呀、啊，他不躺着，他躺下去、啊。他不会，他不会淹你的头啊！他不是只有到这边啊，那个水就是这样，也不觉得冷啊。他不是，所以啊，你就这样下去，他就跟你讲，你到走到哪里，你就是要祈祷，你这有什么意象啊？有什么？或是你愿意治你的什么病，或是怎么着？好、哦，啊，这样子的好了以后。他就把你弄了，他没去换衣服，没有一个毛巾给你，他也没有给你擦干。人家说你去换衣服，真的，我们去换衣服，全身都干干的。哇！走几步路？啊、就干了。你可以走十步或是几步路啊？不是，他那个水是小分子，小分子蒸发很快。他那个水也不冷也不热。而且愿赞颂、光荣、崇敬及一切人三圈归属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教会的重整者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不是生活的总模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穷人及社会边缘人的朋友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贫穷祖母的姐妹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天主的歌咏者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天主的开路先锋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圣德的导师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方济缔造和平者，请